整个그방금팔아안파고고개호라정말끝났다하늘많이여기모이팀안파고고고호라호라한진차이긴진로이렇게第二拉，第二乜嘢咧？哇，好黑啊！唔要開燈啊呢度，哇，而家開燈啦。咁啊，捉只呢只嘢先。咁啊，今日就每天晚咁樣過啦，因為就捉只呢只嘅第二拉，第二拉乜嘢？而家咧活動期間係有兩粒糖啊，係多配糖果嘅，所以咧就係本來嘅三粒變成六粒，所以就幾抵嘅。所以捉嘅小隻咧都係可以變成五粒嘅。咁同埋飄飄球咧個色形態咧咁。我仲開唔到圖俾大家睇，因為我真係好趕出片，已經褪咗一日噶啦。今日先有時間拍片，就即日出，所以就冇時間剪，就冇乜時間剪片啦已經。所以就大家就體諒一下啦，多多體諒，係咯。咁啊，好抱歉啊，係啦。咁就唔可以即刻出片，冇辦法咯，因為冇乜時間捉嘢啊。係啊，但係，哇！呢只咁稀有都有噶嘛，野生嘅呢只咩事啊？我好似有進化噶嘛佢，所以我好似小圍已經用咗好多波啦，冇曬波啦，捉下你先。啊 ，action 唔到，好，一下，誒不出場。金門直接金門咯，唔嘥事。我要打一陣，一陣捉唔捉到咧？一下、兩下、三下 ，OK， 好嘢，成功捉到，咁好啦。我已經離遠睇，已經見到一隻同埋我而家可以完成呢個嘅特殊調查嘅任務啊！又見到飄飄球啦，咁嘢啊，唔係釋懷啊，唔係釋懷都好，照掟。好，吊足一下，兩下，三下，我嘅成功捕捉，應該今次萬聖節只有兩隻新嘅小隻，我今日捉到第一隻，應該第二隻，就唔知幾時捉到啦。係啦，我終於捉到啦！哇，仲有呢只毒氣雙子喎，咁稀有嘅。哇！現場已經好多人啦，捉咗只毒氣雙子先。哇！冇力，冇力。佢應該拍嘢關係，咁盡量冇力嘅，唉。一下，兩下。咁大部分打嗰啲就超夢啦，有沙波即係暗影球嘅超夢啦，係啦。咁同埋可以用班拉嘅，但係就冇咁好咯，咁都係啦。班拉都係擺上場嘅，但係就唔係第一我推介嘅小隻人咯，係啦。好啦，呢只帝牙老腳啊，帝拉，其他帝拉啊，係啊。但係得一個人啫喎，留下嘢先。真係好叻啊！拍片嗰陣時，真叻。咁我陣間捉嘢冇咁叻啦。
我就买这边，我再 PP 考先了。好，我马复习哈，那啥，算吧，哎，没了。先说了，太恶心了。好了，应该有三个人等一阵啦，我。都买只先啦，咁我就用蓝波加妹。好似听到都有一个树果噶，所以做埋啲音乐佢。呢個就唔啱，唔係太合適，因為我如果社群有之前有好多菠蘿嘅話，就好快完成啦。但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就好難完成啦，比較難咯，唔係話好難嘅。啊，幾耐啊？今日打一場啫，啊 OK。好啦。小精靈一十四個人，用翻件小精靈就用龍系啦嗰啲啦，超唔懵啦咁樣，我就用咗啟步龍嘅，咁裂空座可以選擇用嘅，咁但係如果用翻呢只，即係其他地立打其他地立都有效嘅，咁因為佢哋都係龍黑龍咁樣，即係咁樣嘅啫，所以都用翻其他地立打咧都係 OK 嘅。好似而家個畫質唔同咗，好似我大咗咯，就超模，唔知點解，好似片到個其他大立細咗好多咯。但係如果最新嗰只就冇沙波，所以就即係暗影球就冇得用啦。個人嚟講就冇乜大用處，係咯，咁咯，其他大立真係好細啊，同嗰只啟步龍比，哇！而家好似打緊啲普通 boss 啫。佢仲細過嗰只嘅班格拉啊，都快打贏啦！其實真係講真，已經黃血啦，未到180幾，未到200秒秒八，未到100幾秒咧，都快打贏佢啦，係咪喺個200秒之內打贏佢咯？最好啊，好似1930啊，冇記錯係1930啊。咁睇下今次可唔可以遇到最高 IE 嘅超模，其他大俠啊，睇先，啊175，佢最低成4幾，都算 OK， 係啦，都算 OK， 5個波 ，OK， 七個都幾好啦吧，係咯，7個 OK。佢呢只嘢會去到成11月嘅20號嘅，所以就大家可以放心慢慢捉啦。咁其實佢 action 嘅位置應該我讀翻 action 嘅位置出呢、這個位置。哦，你好。啱出拍片嘅關係，所以就難少少中，好難中啊！搞到甩機啊成日。好似喺 GPS 嗰度咧，係捉唔到，唔會捉到呢只神獸啊！你睇下 ，OK。烏藥啊！我係 Grace， 一下希望得一下，兩下，哎，慢慢上。連續嘅意思啊！嗯，我呼吸一下。
你等一下，哎，不，你马就懂了。最好就等佢两下攻击先停住，一下两下，哦成功，算 easy 啊，好像你讲，啊都成功咗其他地立啦，哇，我身影好大啊，哇，好细啊，其实讲真，暗影爪啊。咁真係打超夢喎呢隻嘢，同埋打代歐騎士都 OK。咦？咁同埋而家咧喺世界各地都見到呢隻嘅呢隻哦，第四代新優能騎士啫，就新加咗呢兩隻。呢個畫手畫咗，係整咗波先。同埋見到頭先都見到一隻。慢性躁動咧就冇嗰只嘅比卡超，係啦，唔好理咁多啦，捕捉佢先。嗰只比卡超先見到，陣間捕捉埋佢啦，嚇兩下、三下，我嘅佢成功捉埋第四代嘅新小將，好，好啦，啊好攰啊隻手，成功捕捉啦 ，OK， 都有進化嘅。我成個慢慢慢性節慢慢進化，我發現咗好多啲乜嘢夜亡靈嗰啲，咁真係有機會嗰啲進化型會出現啦。但係都唔係嘅，佢個幽靈係小精靈都會增加，應該唔關事啩？但係好大機會係關事，所以捉曬佢先好唔好？一下、兩下、三下 ，OK。用 Pokemon Go Plus 咯，好難。我現在捉住他先，鬼屍其實挺稀有，不是厲害啊，其實鬼屍，因為進化了我的耿鬼其實不錯的，那行這邊吧，那好啦。咁我哋捉曬佢啦！我留咗卷尾先得噶，啊睇下留咗卷尾先。今日我哋點打下一場啊？留去翻我邊留翻張卷先。唉，即係今日真係行來行去啊，跳咗呢 part 去。好啦，今集嘅每天玩 Pokemon Go 就咁樣結束。咁啊，如果記得注意收啦，如果以後咁樣唔係下面留言嘅，咁好啦。雖然短短地，但係我可能會喺即係掛嗰啲拍翻嘅，就拍翻個每天玩 Pokemon Go 嘅。咁所以就咁唔使擔心。咁呢個只係小精華，可能到時之後就會拍翻條片嘅。咁啊，下次再見。有中意订阅啦，有中意赞啦，如果有冇疑问欢迎留言嘅，如果中意嘅赞，如果想谂下更高内容嘅片，欢迎订阅。咁好，下次再见，拜拜。